哦，结束了。二零二一的第一场比赛，很开心，是我们 BCE Racing 顺利达标，拿到明天要决赛的杆位，但是小翔今天哦，我们在第一节测试 qualify 的时候啊，出了两次很大的状况，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状况？这一次的 qualify 哈，不知道是长时间没有比赛了，应该是四年的，有一点紧张还是怎样？在装好新胎，然后出场，在第四号弯道，的时候，左边稍微压到左边的 corner， 没错。然后我们是调影片记录出来看的，然后就马上就爆胎了。对，那还没有做成绩就爆胎，然后就慢慢开进来。是。那么，所以要跟各位讲一下，冷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压 corner。对，应该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如果在赛车啦，你是装上那个光头胎的话，记得冷胎压的时候千万不要上任何的。有关于一些凸起物，就是赛道的凸起物，香肠哥、香肠啊，或者一些 corner 啊，那些都不能碰，因为那时候轮胎的胎壁其实是最软的，那你只要稍稍的刮到，它就很容易爆胎。那像其实小翔这个经验，应该我相信喜欢赛车的朋友，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。对，我自己个人也是有这个爆胎的经验，所以下次真的是，然后这次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蛮硬的，是我们 BC Racing 因为比赛来得太仓促，然后所以轮胎其实也没有准备太多，对，我们都使用旧胎，非常的旧胎在做测试，然后明天正赛的时候也是旧胎，用旧胎。那但是今天很顺利啦，就是拿到 PP， 但是还有另外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第二次他回来暖胎完之后，竟然换了新胎之后出去，马上好险啊，做了一个最快单圈1分50秒，对，马上给我断避震器。你那个时候的感觉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想说进站了嘛，总共只有20分钟的时间，我想说进站我们要换轮胎，再出去可能就浪费了10分钟，是10分钟要再重新的暖一次胎，然后再做成绩。所以在出去的那一段刚好遇到很多车子，那因为大家都在qualify，没有谁会让谁嘛，所以我就是想说已经快要没时间了，我赶快跟着车子跟车阵中的穿越，然后有激烈吵架，有急啦，有点急了。我觉得我们再没有做成绩的话，就很麻烦。对，所以我就是拼了一圈，但中间是有超车的情况，那有做出1分50秒的秒速，真的很快。那过了以后呢？我就觉得可以全力的冲，好，全力的做最后一个结束，我就要下来，我想要换圆号开。那在我觉得最后我冲的那一圈，我觉得很应该有比上一圈的成绩更快。可是呢，在出最后一个21号弯道的时候，我们的技师长又调了影片出来说我又压到 corner， 所以我的避震器断掉了，左前的避震器断掉，还好我安全把车开回来。对，那因为已经经过要 pin in 的那个位置了嘛，对，所以我就用时速30-40开完一圈，那我回来的时候圆号的时间其实已经 delay 了，那我们整个后勤全部出动，非常在7分30秒的时候把避震器换好了，很厉害哎，这就是赛车，这是很谢谢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后勤，对，能够瞬间的大家合作，然后把一次断掉的避震器再利用7分钟的时间。从坏的断掉、拆掉轮胎，然后啪很快的迅速换掉，让我去 qualify。但是，而且不是备料哦，那个是还从别的对，还是从我们另外一台备车上面拆下来，从另外一台车上拆下来。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做到定位啦，对，所以哦，对，所以而且还是我害了你，而且还把轮胎弄得那么烂。我也不知道该，不是我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 team， 然后不管输赢，大家其实都要共同去承担这一切啦。因为我们两个没有人想要输，然后呢，我们整个 BC Racing 出来一大堆，不管后勤啊、技师啊，所有的人，没有人都想要输掉这场比赛啦。对，没错，大家都很认真，因为排位是很重要，毕竟这个是力保 FIA 通过认证的第一站的赛事，很重要。而且还有电视的直播。对啊。那我们希望明天是决赛，是我们全村全队以及全台湾的希望都在你身上。也没有啦，乱讲。我明天最大的希望就是说我们
BC Racing 的车子可以排在第一台拍照，爽。好，明天加油，决赛再看决赛，明天决赛要关注。